有天然在做的事，透过我们跟农友去做友善的农耕的方式，照顾我们的环境生态，获得到的利益再回馈到我们的农村的农民身上。我们是专门使用农业废弃物做成可以自然分解的产品，希望来取代这传统塑胶的习惯，目的就是要减少塑胶垃圾的污染。莫拉克风灾那个时候，很多的灾民移来这个地方，那刚开始大家没有什么工作，慈济基金会就协助这些妈妈们去成立了一个合作社，开始去接订单这样。每个人都是社员，每个人都是股东，所以大家应该都有参与决策跟讨论的权利跟义务。我们立汉教育科技希望能够用食安的初心，唤起大家对于吃的营养的重视，跟我们一起动手学好玩的食农教育。我是一个小农，自产自销开始做的，所以我们在开始做的时候其实都是非常的辛苦。茫茫大海当中，就是实际上有需求的客户，我们要去哪里找呢？我们加入社创平台之后，了解了像联合国这七项永续发展指标，让我们得到一个政府认证。透过这个平台，我们也增加了许多的曝光度，让大家可以透过很多管道来观察到我们。我希望社会创新可以让我们地球的生活更加美好。我希望社会创新能够让更多人看见地方的价值。我希望社会创新能够让台湾孩子吃得更安心，活得更快乐。我希望社会创新能够翻转下一代的饮食结构。